OK， 适可而止了，可以。大概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权宜之计。哦哦，有别的内容。大家准备了4道家乡菜，你们可以猜猜哪个是给你们的。红彤彤的村。哇，这个写的什么？啊，完了，进去了，看不见。我来给你说一下吧，满满正能量，红彤彤的唇，飘香四溢 ，blue blue。我觉得满满正能量是我的，有分吗？我知道，红彤彤的唇是我的。是吗？我觉得红彤彤唇是。胡辣汤喝完之后会有点辣，我家乡的胡辣汤。一次又一次，胡辣汤的滋味温暖了游子的心。家乡菜嘛，胡辣汤。蓝是啊，我也觉得满满正能量是我的。对，刚写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就感觉。对啊，他一定是跟队长有点关联的，因为正好一星队长唱了炎黄子孙嘛。啊，我还以为我之前拍那个抖音。满满的正能量，早晨起来拥抱太阳，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，满满的正能量。那只剩两个了，一个写着 blue blue， 然后一个飘香四溢，飘香四溢是吗？飘香四溢，飘什么意思？飘香，香味会散发到很多地方。那我知道这个应该是钟汉良队长，你肯定知道哥。不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这一趴流程我们完全没有对过台湾。为什么这么猜呢？是因为我猜这个飘香四溢应该是香港吗？飘香哦，飘香啊，他这样也香港。哎 ，blue blue 啥意思啊？就是音乐的那个 blue。忧郁，忧郁，心情。我刚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好像有对的，有不对的。我觉得先揭晓这个吧。满满的正能量是不是说是？等一下，早晨起来拥抱太阳，满满正能量，是不是他呀？是不是汉良老师？满满正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洛阳的河南胡辣啊，不是牛肉汤，也是早上起来，早上起来喝完之后满满正能量。来，我们选一个吧，我们猜一个，猜一个。我觉得可能一星说是对的，这个满满正能量很可能是，很可能是我的。对，小蛙队长。那我们猜猜飘香四溢吧。飘香四溢应该是湖南菜吧，就是湖南菜比较香嘛。有很多湖南湘菜馆叫飘香楼，好像我有这个印象。嗯，我觉得没有这么复杂。有可能这么复杂，我是啊。好，来大家猜一猜这个是谁的？我要么上海的，要么香港的。我猜长沙的。我猜上海的。Three.Two, one, judge. 这什么？臭豆腐！臭豆腐！臭豆腐！飘香楼，你看。因为我一看到这个臭豆腐，我就觉得刚才，而且这是长沙臭豆腐，只有长沙才有黑颜色的臭豆腐。哎，要吃吗？我想吃。这我想吃，这能吃吗？能吃能吃，可以吃可以吃。辣吗？现在没放辣椒吧？现在应该没有辣椒。现在哦，还有热气，一点点热气，还有。你试试看哥。没有那么臭哎。哦，它其实不臭，其实不臭，其实好吃的，尤其这种黑色的炸过的。没有那么臭。那你猜猜你的家乡菜是什么？胡辣汤。叫做什么？红彤彤的唇。如果是胡辣汤，你就一碗干，敢不敢？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所有人干。不是的话，你干呢，哥？我也这么认为。但是这个东西干不了。哦，怎么？擀面皮，擀面皮，哇，对，粉皮吧，它比米粉更筋道一些，但是它这个好像不是很正宗是吧？
嗯，可能不是很正宗。试一下，试试看，是不是？这样，试试看，是不是？感觉是垃圾，不正宗。是不是要多一点麻酱的？不是，它会有带水再多一点，然后它这个面其实很筋道的。好，剩下的肯定是香港或者广东的或者上海的。其实这两个东西我光看真的看不出来。这个应该是小蛙队长，我觉得那个中山说那个医生队长说的对。我们先看看蓝蓝的，有什么是蓝色的？蓝蓝谁呀、啊？肯定是他，我知道了。为什么？我待会告诉你为什么。勇往直前那个是啊不这个哦、啊啊，我一下想到了，所以这个蓝色对吧？对啊 ，Go 胆 Go Battle 是不是？是不是 Super X 是不是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碗鸡汤。我还以为是勇闯天涯 Super X， 不是，鸡汤是不是我的、啊？是我的还是哥的？蓝蓝，你今天穿蓝蓝是不是你啊？对，那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就知道了啊。哦，那这个是鸡汤？也是鸡汤吗？啊，那这个是什么？竹参鸡汤啊。这个，哦，这个是山药。山药怎么？人参鸡。鱼。哦，山药和鱼是什么？什么？所以这个是鸡，我明白了。啊。所以，这个是你的？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鸡汤是你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之前在那个饮食调查的时候，好像我记得你写过一个单子，写一个妈妈的鸡汤。这肯定不是我妈妈包的。对，那是太难了，找到你。你妈妈包的鸡汤不是妈包的，那是什么鸡汤？不是，为什么妈妈的鸡汤？哦，妈妈的鸡汤是满满正能量，满满正能量是妈妈的鸡汤。blue blue 是，就是因为穿那些 blue 的衣服吗？还以为你鱼 b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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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鱼的意思吗？哦，吹泡泡了，是 B L O blue blue。我一开始以为我想到了，没想到，还以为你请我妈来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是一个很 real 的节目，连我都不知道啥是啥。如果真的是我妈包的，真的 real 啊，真的 real。下次我们再 real 一点。什么什么？啊，是吗？哦、啊，那边跟我说真的是你妈妈包的鸡汤，给你空运过来的。哇，有没有吃出来？刚刚还说喝不出，我刚刚没喝嘛。哦。喝出来了没有？首先呢，哎，是去妈妈包的汤，然后她给我这一碗。对，就是先让你尝尝是不是。等我问一下啊。首先呢，我妈妈给我鸡汤里面是肯定。哦，还有一个环节。嘉尔的妈妈把剩下的汤拿过来了，我们有请。啊？哇塞！你别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以为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。以前的节目都会这样。不是，我已经被人家这样过很多次了。真的吗？所以我就想知道，让你尝一下是不是真的。一口就能吃出来，不是妈妈包的汤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哇！刚才就跟我吓，你们有被吓到吗？我以为那个嘉尔的妈妈呀，我也被吓到了，我以为被他骗到了，我也被吓到，我信了，没，因为我私底下经常会跟这么跟我们导演开玩笑，也找张老师，哎，那谁来了？那所有人都会去看，这我的个人恶趣味。